那就可以弥补我这些年在心里面的一个遗憾。说话之前我要说一件事儿，合同上是这么写的。我不管，你难道不能为师动容吗？规则合同上有这个呢，是超脱合约的范围之外，是对于音乐的尊重，对一个好歌手的尊重。是，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大家好，我叫刘明湘，我出生在美国，我现在生活在台北。